主料，干豆豉一大勺，日本豆腐两条，草鱼鱼片100克，红尖椒一个，蒜末一勺，辅料盐、料酒、胡椒粉、葱段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片好的新鲜鱼片用配料腌制15分钟左右，干豆豉剁碎，加入蒜末和少许的水拌匀备有。日本豆腐切寸堆摆盘，马上腌制好的鱼片浇上豆豉汁，放上辣椒末入，开始锅蒸5-7分钟就可以了，撒上适量的葱花，浇上热油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，鱼片要选择新鲜的，而且要事先腌制，豆豉比较咸，所以调料要根据自己口味增减，蒸的时间不要太久，鱼片容易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